虽然画的东西都是同一个东西，但是你是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那种状态下去画的。其实本身我自己是一个变量，自己在变，这些东西其实就是题材啊什么的，好像都不太不是那么重要。其实有些时候，其实大部分时间是看不见这些东西的，就是你能看见这些东西，其实就是。 我觉得哈，就是有这个，你的身体是保持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，在接收信息嘛。平时看不见的时候，你脑子里都在想那些事情，就是左右左右晃，都在纠结一些事情，你是感受不到周围的这些东西的。